自己去紧边度啊？佢系老鼠，阿四哦！哇，你睇下呢度好多人喎、啊！我而家咧要去一个生态植物园啦，咁入边咧会有好多植物啦，同埋小动物。跟我嚟啊！好啦，鳄鱼啊！哦，你唔知仲有啲咩咧？呢个系咩动物嚟噶？吓、啊，佢系老鼠，老鼠，羊驼啊，蜥蜴啊，哇，真系好多动物喎呢度，有啲似喺热带雨林嘅感觉。嗯、啊，你又叫我行呢度嘅？唔知啊，而家我唔知道自己去紧边度，好神秘喎、啊。究竟最终会是个咩地方呢？哇！呢度有好多雀仔啊！估唔到呢度是一个雀笼。喺度坐下先，继续行。蝉啊，系咪蝉啊？啊，你啊，点解突然间会有啲超人嘅？因为热带雨林会有超人嘅。Hello， 嗰只老鼠喺度冲凉啊，好搞笑啊！蜥蜴系咪啊 ？Hello，Hello， 好乖喎、啊，会唔会咬人噶？会不会咬？是让它全部在你手上吧，不然它没有安全感。两只手，两只手，不用怕，不用害怕它。你怕它，它也怕你。没事没事，没事的没事的。啊！拿走拿走！啊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佢画紧嗰条胶啊！哎呀，佢想挂出嚟，想走出嚟系咪啊？佢睇下可唔可以出到去啊？大家有冇见过仓鼠也健身？哇，好劲啊！哇，系咪好劲咧？佢嘅臂力。咁今日嘅动物导赏就此结束，拜拜。